特别喜欢数学和科学，所以看这样的船和其他地方的码头对我来说很有意思。我就记得它有两个小东西，看现在是眼睛，船他们会有眼睛，他们的前面会有眼睛，然后要是眼睛是往前面看的话，那就说明它是好像是海船什么的，眼睛是往下面看，那它就是渔船，牛皮船吧。因为我真的没想象到会就是牛皮可以坐到船上。我特别喜欢海上丝绸之路的它历史，因为我是来自一个海边的国家，这个对我来说很特别，就像中澳文化的桥梁。